以手悬怀，盘坐于地，以右手勾抬右脚，肘膝内侧相靠，左手紧握右脚掌，使涌泉穴内凹，旋转足踝。左脚悬踝，反之亦然。盘膝悬腰，将两腿交叉盘坐，两足掌侧放，双腿靠腹向左右延伸，以两手握压足掌，将重心左右旋转。丹田悬空摆荡，双手呼吸，坐姿，将双手掌覆盖于左右两膝盖，使手掌热能透过膝盖部分的三角形穴位及尾中、尾阳、阴谷处，以保养筋脉及穴内软骨韧性。
旋婉转臂，首先旋婉，坐婉到肘，次而旋腕，徒掌到肩头部分，再延伸至锁骨、肩胛骨，使胸前两乳周围肌肉的微血管借向内旋转产生按摩作用，使其气血畅通，韧性加强。再旋腕舒指，将手背旋转延伸至中指末端，由旋腕而至肘、
肩、肩胛骨。三步分开锻炼后，再统一动作。整体连贯为熟知的旋腕转臂。渐次形成左足与右手成一螺丝线，均以命门为中轴。螺旋的弧线无限延伸，因渐进的方式而使动作执行越来越简单精准，以较容易悟到意念与气血运转的实质经验之累积。旋体延伸，全身放松，气沉丹田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左旋身，重心于左脚，双手延伸，旋身至正面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重复以上动作，随势吐纳，气顺体畅。又向练习者反之亦然。球体按摩，背面立于离墙数公分之距，将球置于颈下背部，缓缓吸吐气，试着以左右筋骨交换运用的方式，尽量维持体内筋骨旋转的力量，让球随之滚动。球体行经路线并无特定，可上可下，左右无碍，目的是尽可能不让球落地。持续挤压身体各部位穴道，背面之后可转正面练习，原理相同，
目的是尽可能不让球落地。球所经过之穴道，即可受到双向刺激，达到内外按摩之功。叩首之一，甲乙二人同边而立，两人前足小腿相套，以左手旋拳及甲胸前，甲以右手旋肘化之，以旋以肘结困住甲二点之手臂。旋掌及甲之右颊，甲及旋腰而化，再以右拳及乙胸前，乙旋左肘而化，甲乙循环转圈而化。叩首之二，甲乙二人同边而立，以右手旋拳及甲下裆，甲后坐，以右手捻乙拳，以左手旋拳及甲右侧，甲旋腰而化，甲乙循环互动，转圈而化。由慢而快，快而慢，快慢相间的练习，渐进至自然反应。由于都是旋转圆形的动作，相互有按摩与本能防身之效。叩首之三，甲乙二人相对而立，乙出左脚，以左拳击向甲胸，甲撤步松腰左化，同时右手沿乙之左臂收回，轻握其左拳，先将其手顺其势向左后方引动，双手拇指以其余四指为支点向下轻压，使对方随之倒地。叩首之四，甲乙二人相对而立，甲以左手握住乙之手腕，乙先以左手按住甲之手掌，再以通臂双旋之势，右肘上抬画圈，再下压甲之左臂，使对方随之倒地。叩首之五，甲乙二人对立，甲以右手握住乙之右手腕，乙先以左手按住甲之手背，以腰带动双手由内向外顺时钟方向画圈，使右手刀压在甲之腕骨上，使对方随之倒地。推手艺术，甲乙二人对立，甲如左足在前，乙则右足在前，使上肢两手互推，下肢前足以互相黏化，使手足同时练习的触觉灵敏，
凡进上的一方，前足踏在对方前足的内侧。彼有力，我亦有力，我力在先，彼无力，我亦无力，我亦仍在先。不可有力，亦不可无力，则其中而已。